横扫模拟战，男生女生都爱看。我是 Kami， 这一期的 3S5 呢非常容易啊。敌方的生命高于 50% 是受到的物理伤害减半，低于 50% 是魔法伤害减半。而推荐英雄我们非常走运，就是我们的波波。对啦，免费队员呢，所以就要用。然后这一期还是一样呢，这一期可以用到我的老婆尼斯迪亚啦，然后还有 MVP 利法尼亚，然后来一个波波不需要 buff， 没有利斯迪亚人可以用女波波、欧美加或是 Lana 来给黑洞或是其他的 debuff 技能。而上方呢，我们就有真男人兰迪，还有大家的妹妹雷切尔。我们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敌方呢就是流星队啊，有二哈、白毛、Nani、雪梨、纳姆，还有安杰丽娜呢。俗话说得好，少时不学习，长大只会Nani。所以我们不要像雪梨哦。第一个杀必是来喽，西奈魔刀加龙炮，哇哦，不错，蛮多伤害啊。好。下面这里呢，我们就用利法尼亚发动瞄准技能啦，又来一个三 C 哦，入妖魔力漩涡，哦耶！然后放两颗炸弹在敌方身上，我们就可以，你懂啊，两颗刚刚好。然后这个阵势呢，就让我们鲜血舞踏，看不可能不能把敌方炸死了。然后要是炸不死不怕，波波上了一个 AOE 绝对可以过的 ，boom， 拜拜喽！剩下一个雪莉呢也不足为患了，我们等下拭目以待。好，纳姆发动再动呢就要先吃固伤，然后兰迪翻伤啦，也触发了那个禁忌，要是没有禁忌的话也不怕，还是会反伤赢的。安杰丽娜非常强啊，把兰迪的第一条命呢给解决掉了。好，这里呢非常可惜，利法尼亚就这样壮烈牺牲了。不过Nani也拜拜了，果然少时不学习，长大就会Nani不是好事哦。好，然后义妹雷切尔就吸安杰丽娜的血，果然抢我欧尼枪的人，我绝不饶恕哟。好，恭喜大家成功过了 3S5 咯。好，我们会略过七半，因为基本上不是等级九就是满了。来看看人物与装备吧。新真男人兰迪巫师，我们就来看看他的装备，以攻和 HP 为首了，因为部分的攻击能够变为他的防御。雷切尔是法师，就给他高 HP 还有高智力吧。然后暗黑队就是我们赫赫有名的波波，给他一双鞋子和尽可能堆高他的魔方，因为魔方变智力就是伤害咯。好，最后就是尼斯迪尔，我的老婆，要是你们没有的话记得可以用 Lana 女波波或欧美加，都可以能够帮忙把敌人给解决。而利斯迪尔非常容易，就是提高他的血量，因为发动他的那个21血塔技能呢，基本上就是靠血量，什么都不用。好了，我们来到节目的尾声了，最后就是利芬尼尔给他智力还有他的专属装备就可以了。记得关注点击三连我的视频哦，卡米下个视频再与你们相见，记得哦，不然我就会用美雅的超级大的奶量咬死你哦，拜拜，咬吧。